What's up, everyone? GoPro 7已经上市了好几天，来不及解释了，大家都等着看 GoPro 7的测评。对，没错，这一天我拿了之后，也在抓紧的测试。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GoPro 7宣传的这个超级防抖 Hyper Smooth 这个功能，到底它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如宣传片中那样的神奇啊？就是。Shaky video is dead， 完全可以取代稳定器。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对7的稳定性做一个测试，并且和 GoPro 6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最终你们将能看到7的稳定是否是你们所预想的那样。因为时间比较紧，大家都非常着急看测评，但是呢，测评 GoPro 7呢有很多的维度和方面，那么我没法在短时间内一口气都测完，所以呢，那我测一部分，然后就放一部分视频。之后呢，包括画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 GoPro 7的功能呢，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陆续的放出。前天我拿到 GoPro 7的时候呢，我大概浏览一下它里边的稳定的设置，然后现在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GoPro 7的稳定和之前6和5的稳定，它在设定上有什么不一样。现在 GoPro 7呢有两种稳定，一个是标准的稳定，一个是 Hyper Smooth， 就是这次它宣传的超级稳定。除了这个呢，就是关掉稳定。我第一天拿到 GoPro 7的时候，固件是 1.0 版本，所以那个时候 4K 60帧、4K 50帧还是不支持超级防抖的，它只支持标准防抖。啊，我具体看了一下，效果非常一般。但 GoPro 7最新的固件呢 ，1.51 就开放了 4K 50帧和60帧的 Hyper Smooth 超级防抖。那这个是所有的玩家想看到的，对吧？要不然就太没有诚意了。然后在其他的选项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720p 60帧有超级防抖， 240帧是不支持防抖， 24 啊 30 啊 60 啊在 1080p 都是 Hyper Smooth， 然后120帧是标准的防抖，然后240帧是不支持任何防抖。这个 2.7K 的时候24帧是超级防抖，超级防抖，超级防抖，不支持防抖。那在 4K 的情况下都有超级防抖了，现在是 1.51 的固件。这次 GoPro 7的菜单设定还有一个16:9和4:3的切换，切换之后所有的防抖的这个特性它就重新规划了一下，比如说 960p 240帧是不支持防抖的，120帧是只支持标准防抖，包括这个1440的，那么能看到这24是超级防抖，30超级防抖，然后60超级防抖，120帧只有标准防抖，还有 2.7K 4:3的时候24帧超级防抖，30帧超级防抖，60帧超级防抖 over， 然后 4K 4:3的时候24帧的时候只有标准防抖，30帧的时候没有防抖。所以这次 GoPro 7的防抖的分布比较的细腻啊，这个没法一概而论。那么我们通常来说，我目前还是习惯用16:9的画幅来拍摄，那我们就按照16:9的这个比例测试防抖的性能啊。那为了客观一些呢，我们进行单一变量的测试。我在 1080p 的分辨率下面，然后使用240帧没有防抖，120帧标准防抖和60帧超级防抖，这样比较好看出这个区别。理论上来说240帧的画质不如120帧的，120帧的画质不如60帧的，所以这个环节请忽略画质啊，我们主要就是看防抖的效果。OK， 现在是 1080p 240帧没有任何防抖啊，然后我采用一个先慢走后跑步的这个形式啊，手持裸机啊来进行一个测试。 OK， 那开始吧。
现在呢是 1080P120帧，只有标准稳定的情况下，然后我再测试一下，先慢走后跑 ，OK。那现在呢，我用1080P60帧，具有超级防抖的这个设定，然后再来测试一遍。同样的，先慢走后跑 ，OK。刚才测试完了 GoPro 7本身这个两种防抖模式和一种不防抖模式的这个对比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横向对比 GoPro 7最强的 Hyper Smooth 防抖和 GoPro 6的防抖，它们的这个同一个情况下防抖的效果、稳定的效果到底如何。 OK， 现在我左手是 GoPro 6，右手是 GoPro 7，同样的呢都是 4K30帧，都开启了自己的最好的防抖。那么现在测试一下先走后跑这个效果怎么样 ？OK， 哎，好，先走。OK， 现在呢，我左手是 GoPro 6和电子稳定器，右手是 GoPro 7。同样的，在 4K 模式下，60帧啊 ，GoPro 6是没有防抖 ，GoPro 7是超级防抖。然后，现在呢，来对比一下这个稳定性。同样呢，是先走后跑。OK， 开始。OK，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 GoPro 7开启超级稳定，再加持这种飞羽 G6 的稳定器，那两个稳定加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对不对？到底是更好了还是有别的情况，我也不知道，那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吧。这是加赛环节，这是自己的，嗯哼 OK， 唉，先走。效果怎么样？我现在也不知道，赶紧看一眼吧。那众所周知呢，之前狗六在这个暗光条件下开启稳定效果，画面会出现一些重影一些鬼影或者叫重影。那现在呢，狗七有了超级防抖，那这个现象还有没有？那我们也进行测试一下。我左手拿着 GoPro 6，右手 GoPro 7，然后在这个不太亮的这个，在不太亮的楼道进行一个测试啊，都是手持。大家观察这个有没有虚影的出现。